好，大家睇紧嘅系丰泽产品 GPS， 我系导航员市场推广部嘅 Lowell， 今日同大家导航嘅产品系宝丽来 Now Plus iType 即影即有相机。宝丽来 Now Plus 即影即有相机系由70年代原始宝丽来 OneStep 相机嘅演变，令到每个人都可以轻松拍摄。佢有五个新嘅镜头滤镜，可以喺宝丽来移动应用程式中解锁两个额外工具：光圈优先同埋三脚架模式。自動對焦兩個鏡頭系統，即使在沒有閃光燈之下都可以拍到清晰的人像相。它亦都來自了雙重曝光，定時自拍 750mAh 高性能鋰離子電池，可以通過 USB 插電。今集豐澤產品 GPS 就來到這裡了，今天為大家介紹的產品是寶麗來 Now Plus iType 即影即有相機。有興趣知多些的朋友可以上豐澤網站，還有記住 download 豐澤手機 App， 當然都可以去門市找我們的同事了解多些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